咁由於面積有限啊，咁到底設計師點樣將有限嘅地方變做無限嘅可能呢？咁今次介紹位於君龍灣呢個單位啦，咁單位本身已經設置咗呢個燈槽同燈飾噶啦，咁令到整個單位咧嘅歐美風格有所昇華嘅喎。咁所以今次設計師咧就喺單位入面保留翻原有嘅裝飾上面咧，咁就加咗新嘅設計元素入去，咁令到兩者可以融合之餘，亦都可以提升低調奢華感。廳嘅電視機部分咧，咁喺牆嘅側身位置打造咗一個高身嘅櫃啊，咁融合咗本身嘅設計之餘咧，亦都提升咗功能性。主人房方面啦，咁户主本身係二人居住嘅，咁想要翻一個舒適嘅睡眠區之餘，亦都想有一個書房同埋大量嘅儲物空間。咁由於面積有限啊，咁到底設計師點樣將有限嘅地方變做無限嘅可能呢？咁設計師今次咧就搞搞心思啦，用咗簡約嘅現代風格同埋溫和嘅木色，打造咗個閣樓睡房。閣樓上面咧咁做咗個睡眠區域，而下面咧就騰空咗個大量嘅位置。咁為咗滿足户主嘅儲物需求啦，咁所以我哋打造咗一個大型嘅衣櫃。咁放咗大型衣櫃之餘咧，亦都有位剩喎，咁就可以打造一個小書房嘅效果。咁所以咧，設計師呢次打造咗個長嘅書台啦，咁就提供翻户主一個 home office 嘅舒適地方啦。